儿子，妈在人民公园高血压犯了，快不行了，你快来吧。我女儿，哎，看看我女儿，她什么工作？她银行工作。啊，真不错。妈，妈，妈，您没事吧？我，这就是我儿子，帅不帅呀？帅呀，真帅呀！你就是红星吧？我女儿年龄模样都跟你非常的般配呀！你看这是她照片，她本人比这还漂亮呢。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广告公司的合伙人了。哎呦，青年才俊呐！哎呦，帅，太帅！妈，您先下来吧。您不是说您高血压犯了吗？这些阿姨啊，都是给女儿介绍对象的，你看看有没有满意的？啊，你看看。您怎么拿健康开玩笑呢？妈的健康是和你的幸福连在一起的，你要再不找对象，我就天天高血压了。对呀，你妈说的对呀。我女儿，哎呦，我女儿，喂，大妈妈，让我打个电话行吗？喂，张总监吗？您考虑的怎么样啊？哪位啊？哎，您不记得了我吗，张总？我是 DP 公司的 Head Hunter， 上次跟您说那件事情。对不起啊，我暂时没有这个需要。哎，张总监，啊，您现在在哪儿啊？咱们方便面谈吗？我现在被大妈们困在人民公园了。我如果能活着回去的话，咱们再聊，行吗？哎，打完了吗？打完了，打完了，没事。我女儿打完了，可好了。妈呀！人民公园。哎，你看看。哟，挺好的，给我儿子看看。哎，好嘞。小伙子，你看看。红星，你在这儿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哎，姑娘，你哪来的呀？跑这儿截胡？截胡什么意思啊？请问你是？妈，她是。啊，阿姨，您是红星的妈妈吧？我是她女朋友。啊？哎呦啊！阿姨好。哎，张红星，你都有女朋友了，还瞒着我不告诉我？你看看我闹的这瞎操心。我这不是没来得及告诉你吗？抢了半天，人家自己找了，得白起劲儿了，走吧。谢谢阿姨，阿姨再见。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啊，妈，咱们可以回家了吧？啊，跟我们一起回家吧。啊，好嘞，好嘞。不不不，他还有事儿。哎，除了你又没别的事儿。回去，阿姨给您做好吃的，来，快。谢谢阿姨，走吧，回家。你还真打算去我们家啊？我说了，现在除了你又没别的事儿。关小姐，我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我没打算跳槽。我挖你的可是去 PAG， 那是全亚洲最好的广告公司。哎，待遇先不说，就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的。现在市面上人才这么多，你随便找十个八个比我强的，那都不是事儿。麻烦你高抬贵手，别再缠着我了。你以为我愿意缠着你啊？我给人找了十个八个候选人，能看不上？人家说了，ECD 职务非你莫属。对方这都什么眼神啊？你应该推荐对方一个好的眼科诊所。走，我先送你们回家。这里啊？对。啊，我拿吧。不用不用。陈小玲，盼什么呀？不认识了？你怎么回来了？我结婚了呀，回来看看你啊。我一猜你现在肯定还跟你妈妈住在一起。彤彤呢？彤彤回来了没有？
彤彤，彤彤。哎呀，彤彤，都成大姑娘了，奶奶在路上看到你啊，都不敢认你了。Say hi to your grandma. Hi. 乖孙女，来，爸爸。彤彤，来。哎呀，这一路上怎么不说话呀？啊，是不是把国语给忘了？妈，彤彤是在美国待久了，跟你有点生了，过两天就好了。过几天？你要把他留下来啊？你不是求之不得吗？过几天我要跟戴维去环球旅行，所以先把彤彤送回来了。我说呢，自己顾着逍遥，把女儿扔在这儿。环球旅行啊，那很浪漫啊。对啊，我们自己驾着帆船，就像电影《鸽子号》一样。鸽子倒不熟，素烧鹅我们家倒经常吃。哼，彤彤来，吃。关小姐，我真的不能理解，你是怎么忍受像张恒星这种完全没有浪漫幽默细胞的男人呢？恒星呢，现在在事业上升期，只要事业上升了，别的我都能忍，是吧，恒星？彤彤，你爸爸现在可是盛誉广告公司的股东、合伙人，他现在啊。还是创意总监呢，未来还有更大的提升空间。你们先吃，我先去结账。彤彤，快吃吧。着什么急呀？这都没开始吃呢。我怕你跟我抢。张红星。我跟你说点正事儿，彤彤在学校里出了些问题。什么问题？他跟一些问题少年在一起，做了一些出格的事儿。法院判他必须跟监护人生活在一起。问题少年？他怎么会认识那些问题少年呢？胡闹！你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跟那些问题少年在一起玩呢？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有想要知道吗？还是你只想着你自己？对，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把他带回来还给你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都可以见到他，24小时可以见到一起。你妈妈不是老师吗？可以教好他呀，你们如愿以偿了呀。可是你才是他的妈妈。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我说我要去看彤彤，你死活不让我去，就是怕我发现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怕我把她抢走，对吗？好了，你别说了。现在你可以跟她待到一起了，你们想怎么教怎么教，就算你让她一直待到国内，我也没有意见，行吗？行。新买的游戏我没玩过，你让我一下，你儿子回来了。哟，我妈妈回来了。妈妈今儿穿这么漂亮干嘛去了？妈妈，你这弄的什么呀？哎，那边人写没写作业啊？来，你赶紧去给我回写作业去。哎，快点，我写作业去啊。明天老师问怎么办？把老师教的东西拿出来啊！哪有你这么教育儿子的？男孩玩会游戏怎么了？
成天做作业，做作业做什么作业？成天做。你能不能有做爸爸的样子？别成天就知道陪他玩，让他学习一下行吗？像你一样没出息啊！行，我懒得跟你说了。我走了。你干嘛去啊？我下午约了人啊。不是，你不陪孩子吃顿饭啊？不是，我约了人了。儿子等着你陪他吃饭呢。那样吃饭可以啊，吃饭加钱。彤彤，来，到家了，你看看，这就是你的家。Where's my room？ 啊，上楼之后右手边那间就是，我帮你收拾。嗯，啊，我来。Please call me Linda. Thanks. 他说什么？他说以后叫他 Linda。这孩子，好好的中文不说，非得交给杨敏。你说这陈小玲怎么突然愿意把彤彤给我们了？我改天问问，我先去帮他铺床。哎，哦，红心啊，那你跟小关到底到什么程度了？我没那个福气，那么厉害的女人我招惹不起。这么早、啊？哎，昨天约好的，不早啊？我上班快要迟到了。哦，好，那我送你走吧。哎，不太好吧？哎，有什么不好的？昨天撞了一天女朋友，今天送你不应该吗？来，走吧。哎哎哎，一定要现在聊吗？那肯定啊，我保证你到 PAG 做的都是高端产品和高端客户，而且你拿的佣金呢，肯定比现在要多几十倍。关小姐，我留在盛誉不是因为钱的关系。那是因为什么？我真的要迟到了，改天再聊行吗？哎，我话还没说完呢。行行行，那我搭你车，咱们一路上你能长话短说吗？短话长说，走啊。哎，张总监，张总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绝不欠人情债，这是你的座右铭吧？这你也知道？那我昨天帮你演了一天的女朋友，让你赚足了面子，也算你欠我一个人情喽。就算是我亏欠你的，也不能用换工作来报答你。谢谢你啊。不给你上点手段，还真搞不定你。反正呢，我是觉得他现在的公司啊太接地气了，不能把他潜力发挥出来。小关啊，啊，那换工作的事儿你再跟我仔细说说。我给您看一下宣传册。把我那老花镜拿来。好嘞。哎呀，来。哎呀，看，也是个国际广告公司啊。嗯。PNG 在全球有1000多家分公司。哎呦，也是个大公司啊！是呀，我就跟他说这是特别棒的一家公司，嗯，但是呢，我跟他说他听不进去。小关，这工作换，一定要换。嗯，就是为了你们的将来也得换啊！哎，放心吧，他回来了，我跟他好好说说。好呀，哎，阿姨啊，您千万不要说是我跟你讲的，好像嘛我在打小报告一样的。我知道了。
好闹的，你为什么不用筷子呢？你弄得到的都是呢。I can't use chopsticks。怎么可能？我记得你用的挺好的。That's good。你就别管他了啊，随便他，吃饱就行啊。不，那还是得练啊。那要是明天吃面怎么办 ？So why don't Italians use chopsticks？ Because Italian。你跟谁学的？学抬杠？为什么好的不学呢 ？Yeah, that's me。哎，你上哪去啊？你还没吃完呢。彤彤，再吃两口吧。哎呀，你看看，都是你，让他吃饭也不安生。妈，你别理他，肯定还是不饿，饿了他就吃了。哦，对了，妈。嗯。明天早上我特别早得起床，你得叫我，我七点就得开会。这么早啊？嗯，明天那个会特别重要，我还得提前去准备。那会要是迟到了，我下半年的奖金就没了。啊，知道了。嗯。Who's there？ 是我，爸爸。Come in。这两天一直在忙，有没有时间跟你好好交流交流 ？I'm fine。嗯，你是不是吃不习惯中餐啊？平常都喜欢吃点什么？嗯 ，pizza。pizza。Yeah。OK。嗯，我明天下班帮你买回来。你都吃什么口味的 ？Whatever。哦。哎，你这玩的什么游戏啊？嗯。别玩太晚了，嗯，这个玩多了对眼睛不好。是喝，一会儿就好。沉默是呵护，儿子。唠叨，是呵护。在外面可不好。呵护。源于爱，青岛黄海制药，呵护生命每一天。儿子，对不起了啊，妈对不起你。小关的话，你还是应该听啊。我忙忘了。哎呦，我来不及了，妈。哎呦，怎么了？怎么了？妈，你看看我手机啊。手机啊，手机好像在客厅里吧。哎呀，怎么会在手机里？怎么会在客厅里？哎、别急，别急，那话都说不清楚了。啊？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放的呀？我不知道。哎，我明明记得我放到床边了，怎么会在？啊、在哪儿？啊？哎，怎么在这儿啊？你看你怎么放的呀？手机怎么在这儿呢？
我没放在床边。先别急啊，吃点早饭再走。不行，我现在来不及了。哎呀，早上这会议特别重要，他们千嘱咐万嘱咐不能迟到。再重要的会也得吃饭呢，吃一口再走啊。不行妈，我真的来不及了，我走了。不行，哎呀，啊，吃一口再走。啊，哎呦，儿子，对不起。哎，妈，你干嘛呀？别急，我给你换一件啊，换一件，不着急。我来不及了，我哎呦，我妈！对，我在路上了，不要催啊，冷静一点。还有啊，那个马上帮我准备一套西装跟衬衫。不要问为什么，哎呀，我快到了啊，赶紧的。哎，张总，他们都上去了，现在就等您了。我知道，你先过去，我去换个衣服。好的。在你爸那还习惯吗 ？You will leave tomorrow? Yes. Will you come back? Do you like China? When? Nothing. I just ask you a question.Linda, it's my honeymoon. I want you to be happy for me. Liar, I know everything about David. He's just a double farmer. There's no global travel. Stay with me, Mom. Don't leave me here.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我给你准备了很多你爱吃的，桃子、草莓、chocolate, yogurt. Do you want anyone?But I don't like them at all. No, these are your favorite food. No, these are your favorite food. 哎呦，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妈，你要是早上不涂那身果酱，我也不至于变成这样。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个后果，不就是想让你换个工作吗？哎。我就不明白了，关美阳给你下了什么迷药？你这么帮他？没有，我也是为你们将来着想嘛。什么将来？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是你的女朋友吗？那是装给陈小林看的。他就是个猎头，是专门挖人换工作的。我要听了他的话，去了另外一家公司，他能有佣金。你这是让他当枪使了，妈。我之所以不离开现在的公司是有原因的。哎，一个女人我都没辙，更何况你们这些女人还串联起来打击我，分明是要整死我的节奏。哎呦，妈是心疼你，看你总是一个人，妈就想给你好好找个媳妇回来。你要是不找个好媳妇回来，我真的要跟你战斗到底了。啊，太好。你到哪儿去啊？啊，我打不赢我还不跑啊！妈 ，Do you love me? Of course, honey. I love you forever. So why do you leave me alone? Linda， 妈妈现在能找到一个我很爱她，她要对我很好的人，真的很不容易。And I never leave you alone.I just need sometimes stay with David, just of us. 过段时间妈妈就会把你接回来了。Selfish! I don't like him here. I don't want to stay here anymore. Linda, 可是按照加州的法律，你不跟爸爸在一起，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如果 David 永远想二人世界呢？ Let's see.张总监，我真的不知道你妈会那么做，那是误会。但你怎么能够假装是我女朋友，然后就忽悠我妈呢？那不是你让我冒充的吗？我告诉你，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我就当做这个人情我还了，我不欠你了。
啊，咱们以后谁也别联系谁，好吧？那跳槽的事，你还跳什么槽？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跳槽。麻烦你以后不要再假装是我女朋友，以后谁再提这件事情，谁就是小人，小人，懂吗？哎，我说张红清，我怎么打了你一晚上电话你都不接啊？你有什么事吗？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是不是跟你那女朋友吵架了？我很累，不想说了。行，你没别的事儿。我就说走之前请你和关小姐吃顿晚饭。咱们好歹都是琳达的家长，到时候大家一起坐坐，也可以给琳达一点家庭的幸福感。他明天有事，我去不了。我就说你俩肯定是吵架。陈小玲，你是不是真的很闲啊？你现在有空是吧？那我们来聊聊彤彤的教育问题。行，那你早点休息，明天带关小姐一起啊。再见。Dad。嘿，他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请你吃饭了？啊，对啊。你女朋友能来吗？你郭阿姨她肯定有事儿去不了。那你能不能想办法让她去啊？为什么？怎么了吗 ？It's time for us to have dinner。如果要跟她吃饭的话，改天还有机会啊。No, this is the last chance. Why?There's no airline company at all. 他有的只是一架比他还好的破飞机，靠给人家喷农药挣钱。Understand? 谢谢你告诉我。但没事儿，明天我们去就好了。你关阿姨真的去不了。彤彤，嗯，看什么呢？嗯，没有。走吧。Wait a moment. I will come soon. 你找得到吗 ？Of course. OK. 嗯。Hi, David. Hey.How are you? Fine. You? Great. Thanks. 哎，彤彤呢？他在外头，一会儿过来。怎么样？明天几点飞机？怎么了？你要去送我啊？我要上班。哎，你那个小女朋友怎么没来啊？她有事儿，来不了。吵架了就吵架了呗，装什么呀？关美阳真的有事儿。他对你说要请客之前，他就说了。嘿，关阿姨，彤彤，你也在这儿啊 ？This is my mom's goodbye party. Thanks for coming. You are welcome.
改善了吧？你怎么来？彤彤妈妈今天欢送会，我怎么能不来呢？我没来晚吧？ You're on time， 关阿姨。You look so pretty today. Thank you. You can call me Oliver. Oliver. Yeah. Nice name. Linda， 我呢给你准备一份礼物，本来想让你爸爸送给你的，今天自己带过来了。Thank you, Oliver. 哎，现在别打开啊，自己回到家一个人打开看。What's inside? A surprise. Sounds cool. 坐吧。Can I offer you something to drink?Yeah, cheers. Thank you. Okay, let's have a toast. Thank you. Chen 小姐，环球旅行从哪儿开始啊？我跟 David 呢，都比较喜欢阿拉伯的国家。第一站呢，准备去摩洛哥。摩洛哥呢是一个被上天眷顾的地方，是一个非常让人向往的地方。风尘滚滚的撒哈拉沙漠，电影里走出来的卡萨布兰卡，地中海旁边的明珠，这一切一切都非常的让人神往。哇，我看起来你摩洛哥的宣传手册背的还不错。哦，对了，我们戴维还有自己的农场呢，有很多的牛啊羊啊。田纳西那边的很大一片地，都是隶属在他的名下。牛啊，牛啊，牛，牛！张鑫，你干嘛？我去买单。张鑫，你干嘛呢？说好了，今天我请客，是我请关美阳，你付了钱就相当于他请我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哎，咱别闹了嘛。我闹什么了？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呢？我心中最美的那个陈晓玲，是在舞台上面耀眼夺目，自由自在，目空一切，敢去追寻自己梦想的那个芭蕾舞者。我们认识真的很久了，你可以放下伪装，做你自己。你以为你很懂我啊？我只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彤彤跟她妈妈还要再聊一会儿，你要有事的话，你就先回去吧。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来了，就要把全部戏码演完。今天真谢谢你。谢谢就少说几句吧，小人。行，算我小人。之前的事儿，对不起。哎，对不起就别说了，反正你欠我一个大人情，怎么还我，你应该知道的。人情是人情，工作是工作，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这个人情我是一定会还的。宝贝儿，你记住妈妈跟你说的话啊。关小姐，以后琳达就要拜托你了。应该的，你放心吧。妈妈走了 ，call me。嗯，
谢谢啊。你有开车吗？一块走吧。没事，我自己开车了。你们快回去吧。行，那路上小心。拜拜。我就不信我搞不定你。Surprise！ 噔噔！啊？我一会儿打给你啊，彤彤。啊！彤彤。啊！你怎么了？啊！这是什么呀？是奥利弗送的吗？就是他。怎么了？怎么了？彤彤，你怎么摔着了？啊！行，快快快，起来起来！哎呦，哎呦，会不会骨折呀？啊！上哪儿了？赶紧去医院吧。疼。行，没问题。来，妈，拿个外套。想。